出埃及记第16章第33节，要使万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万子内，这万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咁由牧师就好似头先所分享啦，其实我哋即系如果认识牧师耐咧，都知道牧师系一个比较 low key 啦，同埋即系唔想人去高估佢。咁所以喺咁多年即系锡安啦，其实牧师通常都唔会话好似外面教会咧争住抢嗰啲羊，通常都系牧师用一个原则就系、是，即系神要俾锡安嘅人，咁嗰啲人自动就会留低啦，咁样。咁所以唔会话阿牧师会。尝试用好多方法去画住呢啲人咁样啦，咁直至到去到天马座行动信息啦，当我哋资料员同牧师开始发现共同信息嘅时候，就见到好多共同信息一路去印证牧师嘅嗰个身份啦。咁所以当我哋资料员去当时写 VO 咧，其实我哋围内都知道，根本就系神系一路都系认可由牧师一个人啦。但我好多时当我哋资料员写完 VO 咧，通常牧师就话。都是冇啦，都是费事啲弟兄姊妹受唔到啦，就加多句啊，神恩证由牧师同埋石安咁样啦，即系起码俾弟兄姊妹慢慢适应呢间教会，然后仲有由牧师咁样啦。但系嚟到今年咧，就好特别神，因为透过约柜呢三件家事，因为佢实在系三个以色列人当时嘅背叛，就对摩西嘅叛逆，咁但系神就将佢摆咗入去约柜里边，而所以亦系导致咗牧师就。真系唔讲唔得啦，因为嚟到今年咧，就真系神好大嘅催逼啦。牧师去俾弟兄姊妹，即系成间教会啦，同埋全世界要理解咧，呢个时代就得一个中保，就是、由牧师呢个榜样，然后我哋就要努力。咁但系呢个牧师亦系咪就系我哋其实嚟到即今年咧，我哋真系要好仔细要去作出呢一个检讨，就系、是、究竟我哋同牧师嘅观念其实系咪真系有出入？有矛盾，有的就要真的尽快去悔改呢。是啊，因为首先我们要从神的 angle 去想呢整件事，即是信仰。譬如最后我都提到，我们从神观点去想一个圣殿，我们不会去这样想的嘛。但现在我解了之后，你知道我为什么他这样做个圣殿。但同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神的观点去想信仰先。是不是你想想，如果神他要将信仰给这一代人，而并且用最有效同有好嘅方法，佢都唔会叫你走去学一个宗派啦。点学啊？你个宗派一万几千人，我学边个啊？你净系长老都200人，我学边个啊？系咪？即系学佢边个恩赐啊、才能啊，成你会好混乱。你混乱到根本你都唔知道信仰系乜啊？系咪先？而喺个过程当中，最可怕就是因为冇互动啊嘛。你完全更加唔会因为学呢啲人底下了解神啊？系咪？但你谂下，你学摩西几易啊？如果神话学摩西加埋十二支派长老，咁你就脚仔软啊嘛，系咪？摩西你净可以研究佢啦，然后最重要就系会睇见佢同神之间，摩西同神之间嘅互动啊嘛。即系话，如果神佢要祝福一个代嘅人，等佢能够真系知道信仰系乜嘢嘅话咧，佢梗系拣系一个人啦。点会拣一代人？好似而家啲教会谂啊，天主教嗰啲嗰种谂法啦，根本系冇可能啊！即系嗰种系最自私嘅方式先会话。即係將嗰樣嘢簡直係難到，不如我自己去揾嗰個學嚟嘅咁教法，係咪？即係我淨係了解你嘅事蹟咧，半真半假都唔知點教，係咪先？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話，你會睇到主耶穌已經示範咗一樣嘢，就係話神一定要將呢個目標，你學習嘅目標咧，佢一樣都係掉喺呢個世界裏邊等佢成長。而喺呢個成長當中，我哋又知道一件嘅事實嘅，就係、是、你能夠學到信仰嘅原因，因為就係嚟自於信仰本身嘅要求同埋塑造方式啊嘛，嚇。点为之塑造方式呢？其实就系每一个人出世，其实都唔会拥有神嘅神性嘅，全世界都系嘅，吓、啊，即系除咗主耶稣当然啦，亦唔会话天生就有神嘅性格，唔会嘅。因为我哋一出世系我哋个脑谂嘅嘢都好简单噶啦，人哋同我哋讲乜，我哋咁答嘅啫嘛，我哋唔会即刻谂定廿几句之后说话点样去吓设计一个嘅说服力之类噶嘛。其实我哋嘅性格系后天咧，喺遇到每一件事嘅时候咧，再喺圣经当中选择嘅。譬如举个例，我哋遇到伤心嘅时候，因为有啲嘢我哋失去咗，咁我哋喺圣经当中选择喜乐，
系咪？即系话我哋其实如果遇到唔系好多好复杂嘅嘢嘅话咧，其实我哋会 keep 系好 simple 嘅人嚟。其实系嘅，即系个个都想啦，信咗主啊，即系无风无浪咁样一生度过，入咗棺材，去咗基督教坟场咁咁嘅啫嘛，系咪？咁达唔达到信仰目标咧？我哋会唔会喺人生过程当中选择咗神嘅性格咧？唔会，因为我哋一出世就好 simple， 我哋 keep it simple， 我哋甚至。做嘅嘢或者我哋揀嘅工，我哋每一樣嘢都諗住安逸安舒，最好唔需要我用好多嘅叫做偉大嘅性格，先至面對到一個個嘅衝擊，係嘛？即係嗰個係可以話係好唔安息啊！我哋人生並且係帶嚟好多嘅變動啊！而其中一樣有啲嘅變動，仲要係你嘅性格咧，就更加難。你會睇到一啲人咧，佢係驕傲嘅，一生係驕傲。啲有啲人係好自尊心大嘅，就一生都自尊心大。你就睇到啦，即係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但係就係呢樣嘢神要你改啊嘛，就係呢樣嘢仲要改到神嘅形象啊嘛。咁如果冇一啲嘅選擇咧，所以一定要喺人生中有好多嘅選擇，你會遭遇到好多嘢，佢撩起咗你嗰個弱點出嚟，就係話你可以選擇用呢個弱點，或者用你一個自然有嘅反應，定係你喺聖經當中揾一個屬神嘅神性嘅原則嘅反應。系咪？咁所以一定要遇到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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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啲嘅问题，好多呢啲嘅事实。好啦，但系遇到之后而作出正确嘅反应咧，其实又好少。作出正确反应，因为有好多种嘅，作出正确反应，有啲系逆来顺受嘅反应，有啲就系得圣名、得圣有余嘅反应，有啲甚至系得到百倍祝福嘅反应，系咪？即系好多嘅，但系合格嘅都已经好少，甚至根本连有反应属神嘅反应少之又少。避开的大把大把避开负呢个责任嘛，避开呢啲危险嘛，避开呢一啲面对嘅矛盾嘛，好多都系用避开嘅方式，但你迎难而上，然后揾到个正确嘅反应，而并且最好嗰、那个百倍祝福嗰、那个，系咪？咁所以变咗你会睇到，你一个人啊，要孕育喺用佢一生啊，因为神将佢掉咗喺地球吓，孕育一生而有神嘅形象咧，系少之又少。所以如果你叫你喺个组织啊，我真系死都得，神从来都冇咁做。神唔系话，你哋嘅救主就系主耶稣加十一个门徒，冇冇，我哋个个都系效法主耶稣。保罗都话你哋系效法主耶稣，系咪啊？点解啊？因为嗰个已经好难啊嘛，所以一定系一个人嚟嘅，其实一定系嘅，历代历世都系嘅。摩西已经起头嘅，但佢仲已经系旧约嘅啫。原因就是说，如我所说每个人在那个的磨练冲击当中而作出这些选择，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才使到他慢慢的性格更加似神。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要使万子垂在鞍子下，把法柜抬进万子内，这万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照映方光明，斜阳下清新空气，提示内心像印记，用声欢呼赞美，是你甜美在我灵里传记，自欺无欺回避。迎疾风，心觉所真理，中不风刺骨天气，我口中扬不保气，困境中显胜美，心里饱腹献馨香赞美，偏舍爱专题，红日照影风光明，斜阳下清新空气，提示内心像印记，用声欢呼赞美，是你甜美，在我灵里传记。